王所雇佣，王又雇佣。突然一翻身，下一个动作啥来着？哦，对，右脸砸地，左脸砸地，右脸再砸地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能再练了，运动量这都已经超标了。运动会累，累会多吃，多吃会胖。所以啊，那为了不变胖，那就得少运动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有奶昔妹妹给我的留言，问我跟糖果妹妹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是不是把她给忘了？哎呀，真是生气了呀！我得赶紧跟她解释一下。奶昔妹妹，你不要误会，我跟她只是普通的朋友，我对你才是真心的。晚上9点我们小区公园见。哦。幸亏及时回了消息，不然又得吵架了。快走快走，去给糖果妹妹发个消息。糖果妹妹，想我了没有？我想你想都吃不下饭。本来说今儿晚上去找你的，这不临时有事吗？明天上午你家楼下等你。完事儿，妈妈快点走，我还得去办件大事。到了，就这儿。气沉丹田，小腹发力，好臭，想开。他妈的，拉不出屎，算了，擦擦回家。